来自江西赣州，是会昌采茶歌舞剧院的一名演员。12岁的时候，我开始学习了我们家乡的地方戏赣南采茶戏。我们赣南的采茶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每年的夏天和冬天，我们都会给乡镇里的老百姓精心地准备一台演出，给他们带去热闹和开心。虽然我学的是采茶戏，但是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唱歌。仔细想想，我从小参加的唱歌比赛也挺多的，虽然都是小比赛，但是都很有收获。来到中国好声音的舞台，我认识了非常多热爱唱歌的小伙伴，他们都很厉害，但是潘虹也可以很厉害。